鄭啟泰今日傍晚經傳死訊，終年56歲。他日前宣布向同居兩年的女友黃雁芝求婚成功，未婚妻黃雁芝回應時透露，他昨晚開始肚屙，直到今日仍然好不舒服，就即刻叫救護車，但鄭啟泰開始抽筋並暈倒，送院搶救無效，他直言事出突然，死因仍待醫生檢查。而他亦有在網上放出一碟餃子的相，並寫話：一啲都不好玩，掛念你。還有曬出和未婚夫合照。